期待被点醒，站到台不敢去。做工认真的选一个，查某囝要嫁，予伊做牵手啊，手啊手啊，落啊落，赶紧来去，认真打拼，我会嫁我袂。大只狗，老板讲要嫁予我做富商。哎呀，三啊三啊八啊八啊，又个好男人。老板的钱多啊，哪会这呢歹？才干啊，阮是艰苦的三家人，每年三顿实在是真困难啊。我变花啊，我变灿烂，也是无半项。想要给我这款的三家人。欢迎收看台湾棒春风，爱慕也艰苦。这个歌真好听，轻快阿哥哥，这妞妞妞妞，这是二十万年前黄色电信线所录的唱片。是啊，讲爱慕艰苦嘞，因为秋天到啊。秋天到，你敢捌听过一句俗语？讲红气那出头，嘿，罗汉卡都目屎流啊。啊，你是讲你啊？最近咱呐，没啦无啦。最近秋天到啊，真正是天气越来越凉啊。秋天跟红气有什么关系嘞？秋天出红气啊。So g 现在你看到红气就是差不多天气凉啊，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A、维他命 C 跟很多矿物质，钙、铁、磷、碘等，对人体有还是有很多好处啦。你也是开小房啊？红气，即看我的节目，不但讲会当听歌，佫会当得到真济些日常的常识，连医学常识咱都得得到。所以看咱的节目，来看会到。真是高到换一招。哎，这句你敢知想讲的？想讲的。我以后再跟你讲。啊，慢慢欣赏节目。不要走开哦。